播文皮皮，然后喜欢主播点点关注啊，手机用户的话是左上角有个桃心点一点，然后电脑用户的话是右下角有一个直播师通知我，咱们动一动咱们可爱的小手指打一打勾啊，然后话不多说，给你们跳就完了。给我们扣了66啊，然后咱们免费，咱们有免费小花花的，咱们搜一搜免费小花花啊，不要藏着掖着的，留着的啊。然后喜欢主播的话，咱们点点关注啊。手机用户的话是左上角，然后有一个桃心，咱们点一点。然后电脑用户的话是一个右下角有一个直播室通知我，然后咱们打一打勾啊。不喜欢主播的没有关系啊，一会儿可能麦上还会有新的主播。对，然后咱们那个
稍微等一等啊，不要离开992，对，一会儿可能应该会来一个新的主播，然后咱们也可以同样打打勾。有免费小花花的，咱们一定要勾一勾我们的免费小花花啊，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哥哥们，咱们点一点关注啊，喜欢主播咱们点一点关注啊，主播一会儿带你们回家，关注主播不迷路的啊。不点关注是因为我胖吗？好，话不多说，然后我再送给你们一个稍微比较性感一点的歌曲。咱们点一点关注啊，手机用户的话是左上角有一个桃心，
然后电脑的话右下角有一个直播室通知我，然后动动各个可爱的小手指打一打勾啊，没事的话可以过来找皮皮聊聊天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点个主播不迷路啊，不点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遇到我啊。九哥哟，就没别闹。然后咱们每天直播时间是每天的八点到凌晨两点啊，谢谢孤王，谢谢，谢谢光哥哥，谢谢光六六啊。然后咱们喜欢主播的一定要动动我们可爱的小手指啊，点关注啊，跟我回家。然后还有最后一波关注了啊，点关注了不点就后悔了。然后如果不喜欢主播的话也没有关系啊，然后我们啊，下面我们的二麦亚楠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蹈主播，然后咱们可以尽情期待啊，不要离开992，然后有更好的舞蹈主播来为我们表演了。好的，然后废话就不跟你们多说了啊，点关注就完了，爱你们就完了啊。你别这么，别闹。然后我给你们唱一个比较老一点的歌吧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。너너너나를떠나지마